这都是他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是2001年，他告诉自己他跟豪豪分手了，豪豪就是有办法找到他，反反复复。走那边回来，想催眠，他跑不掉，又回来了。他告诉自己，50万花完了，就分手。这都是他十年前的事了。消失不见，只是在多年以后，他还记得。